Housing Integrity Law， 用于提出问题、报告违反 Housing 行为守则或任何法律的行为。此热线非紧急电话，如果有对健康或安全构成迫切威胁的事件，请拨打当地紧急电话号码。虽然大多数国家允许匿名举报，但 Housing 仍鼓励您留下真实身份及电话号码或电子邮件，以便我们与您取得联系。